今天我们要来制作100倍大的健达出奇蛋。搞什么搞什么？阿星，真心怪高兴。今天我们要来发挥我们频道回收再利用的能力了。我们今天呢要来把一些我们之前开过的，对，碍眼的，这是碍眼的东西，不碍眼，这是我们花了大笔的钞票买来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把我们之前做过的100颗出奇蛋的玩具，把它也通通融合起来，做成一颗100倍大的出奇蛋。如果有看过我们上一集的出奇蛋，就应该知道我们开了100颗出奇蛋，然后开出了1/3的绿油油一片，1/3的绿橘，还有很多很多巧克力碎片。那些巧克力碎片呢，我们通通都有留下来。那上一部影片到这一部影片里面，大概也才隔了2个月，我觉得那些巧克力应该是还能够。不用，应该是还能够吃，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把我们那些巧克力拿出来。巧克力，我不敢开，要是等一下打开跑出一大堆奇怪的东西怎么办？干嘛啦？不要，不要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大约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因为我是放在干燥的地方，本来就是用来放食物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你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对、哦，会走进去啊，没有东西可以走进去啊。可是我们在后面有帮他开洞，坏掉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要把这里面的巧克力通通都还在里面，看到一些白白的，不要担心那些东西，我不确定是不能够吃，反正我们没有要吃。我们今天要用这些材料呢，总共有100颗出奇蛋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把我们的玩具通通融合起来。我们要很大很大的礼物纸。我记得我们出了这集底下之后，很多很多留言都说我们会把它拿来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没有想过我们会再融合它吧？同一时间因为经费的关系。上一集已经花光了，所以这一集一个人用花了4块买了这个，然后把我们的绿油油的绿巨人，收到这个玩具的孩子一定会很开心。啊，我们这个也要放进去吗？要，重要，很重要。没有这个不行，要放成鸡蛋的样子。鸡蛋有点椭圆，露出来了，有哎，有像哎，好可爱啊，好硬哦。我不想到了。这一集我们变回那个乔楼魔端，就是所有人都拍过的那个什么东西。那些过时很久了，好吗？外面漂亮没有用，最重要是什么？绿巨人，里面的绿巨人，巨人钻出来了，是谁啊？怎么办？这是钻出来的，是绿巨人不是，你猜几率是多少？这个是绿巨人的几率有多少？不用猜啊，其实100%。就这样。下一步我们要融化我们的热热的水，只能够放1/3而已吗？对啊。我想到了，因为融化了以后，对，就会很麻烦，所以我们应该要这样，同一时间在这边，是，把这些这样捏碎哦，然后再碎碎的，然后放在粘在上面，然后再加一层，然后就可以做得到。然后有脆皮的感觉。不是还没开始融化吗？真的假的？为什么我们不微波啊？对啊，为什么我们不微波？微波就马上融了。白痴哦，这是一个浩大的工作，需要100倍大的微波炉，然后还要感谢全联的赞助。又是全年，全年这个月帮我们很多忙，他寄给我们吃的东西，寄给我们用的东西，很漂亮嘞。这个月终于可以赞助了我们的经费。哦，你说赞助我们吗？对，因为我们花的钱比较小。对，有赞助到的 feel， 好可爱耶！变其他的影片了，刚刚好。好，你看，我们终于从铁盘顶泥进化成。为什么粘在上面？不对，不要乱倒，全部乱喷啊！你在干嘛？那个你不是说不能放进去？没有手，因为我你刚是倒装具吗？没有手，因为我，因为没有按，没有插电的。有啊，几分钟，在等待的同时开始下注一下。你们觉得今天的实验会成功吗？不成功的话怎么办？赚钱100倍大的模子。其实一开始别人开始拍的时候，我也有想过拍。
Uh-huh. 但是我看了一个影片，看了他们一个就讲要做三个小时就直接放弃，没变嘞、欸。有啦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我的青春年华都在盯着他。八一，我把我的青春年华都在做什么事？出炉啊！那一坨黑黑的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 focus 在那一块地方啊？我来帮你，你这么辛苦，这样挺好的，不用等他凝固。完成，像土啦，是土。现在要把我们的100倍大的健达充气弹塞进去，这样没有办法弄完啦。你还是手还是要去那一面的。胶带，用胶带捆住我们的手。还可以关。对，不管你的手多大都没有问题。啊！等一下，好大！画板。哦，太聪明了吧！这个也申请版权，手套专用手套，对，这样子你在外面吃手扒鸡的话，你就不怕被烫到了，聪明哎！为什么你要说出来？本来明天就要申请，我们先去申请好不好？你知道这个东西在台湾叫做电火布吗？电火布不是那种啊，电火布是哦，电火布软软的那种啊，哦，所以这不是电火布，对，用这个会融化，哦，这个会融化，对啊 ，Yes 吗？啊、OK， 你真的不是做 IQ， 你真的不是做 IQ test 吗？完了，那个专利，这句话好毒哦。不够哎，不够，是你涂太厚吧？对不对？怎么办？应该要够的、啊。过来，哇、哦，烫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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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的脸脏了。我不要。OK， 微波，猎人们准备好了没？没有啦。卖光了！猎人们准备好了没？搞什么？跟水产用一起联名推出的猎人套餐，还会附赠我们的联名餐盘，噔噔，两个。今天在影片底下链接就可以购买得到，跟朋友一起吃好吃的烤肉吧！去，去，明年请早。明年请早。如果真的有的话，哎，慢点，来来来，喝，猎人们，这猎你的头啊！交给你，你的专利发明者啊！干嘛啊？啊！闭嘴啊！没有那么痛吧？为什么里面温温的？为什么里面湿湿的？不是这样吧？我跟你正确示范一下，应该是怎么捏的啊！好痛啊！解便啊！这样就捏好了嘛！融化，好重哦！哎，你看，这样好酷哦！帮你这样转啊！我的左手很烫的转。你知道这东西至少有两公斤吗？我知道。他们太年轻，不会明白。麦当劳。Goodbye。那是就是吃有用啊，应该他们会知道。不要这。不，顶不来一点，你搓出来吗？没有。你还要干嘛？我们来加水，一点点。哎，放中间啊！啊！什么东西啊？蛮好看的。改标题，改标题，金沙吗？哇！金沙，哎，觉得好听多了。对，完成。好像椰子。完成啦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完成了哎！我觉得这样子做好放在这个地方有一点可惜，但是我觉得如果寄给粉丝的话，粉丝会觉得很困扰。所以打开还是不打开？对，所以应该要寄给看到一定会打开，然后会做成影片的人。我们不会告诉他其实里面是什么，你们也不能够告诉他这个里面是什么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好了，我们这部影片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也跟他约定好说，他们那部影片也出来，也就代表说他们一定不会知道里面东西是什么。还是这颗可以放到圣诞节的时候再寄啊，交换礼物。啊，我们那个是不是要随性附赠一下，说它里面的东西不一定可以使用？可以啊，它完全可以使用吗？可以吗？太短了，就多包几层就好了。你会算圆周吗？不会。念小学吗？好了，弄长一点哦。我不撕了。生气。我做一个，你猜我在说什么？球磨
纸，蛋滚蛋蛋滚滚，包起来，从我这边包，我要包。有写字吗？彩蛋哎，猎人彩蛋，哇，漂亮哎，终极，终极猎人彩蛋，这个比他们做的那些铝箔纸什么什么的，还要厉害哎，还要厉害吗？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你真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来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来他来，谁来？不行啊，会头会坏掉啊。好嘞，今天这集阿文嫂唱的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这一颗蛋，我们决定要寄给皇室兄弟。我们寄给皇室兄弟。那这一集影片出来的时候啊，应该没有意外的话，他们影片也正好发布，会在我们的影片正下方的链接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打开收到这颗蛋的表情，还有打开里面的样子。规矩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给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。也别忘了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团去点一个 like。那么我们下一集用四个 S， 拜拜。